你看这个是不是搞个气质可以把搞出来？那他这块为什么拿不出来呢？这块东西能拿出来，他能装上就能拿出来，怎么能拿不出来呢？哎，你简单一点，你就那切割机把它切块，你把它切到一块，回去慢慢弄嘛。不要，我把它再放大一点。我觉得你把这个布还可以，把这个布还可以留下。徐哥这次过来主要是换遮阳棚，这是换下来的旧件被撞坏了。徐哥在他家小区挪车的时候，不小心把遮阳棚的一个角挂了一下，挂的变形了。现在刚换上去一个新的，新件刚装好。这个遮阳棚换下来也好几千块钱啊，贵着呢，重进口的。还好就是没有把原车的这个外漆给蹭掉，如果把车体蹭掉的话还要钣金，这个就麻烦了。好在只是破坏了一个遮阳棚。这两杆子带走，这是前面这杆子可以用。哎，其实你把这个布拆下来，布拆不下来。这个布质量挺好的，这个布即使你拿回去不往上换的话，可以当一个那个什么露营地毯呀、啥的铺在脚下。哎，你讲这个，哎，这个布质量，这个布啊是什么？非常好的这个布。哎，这拿得下来吗？这块布把自己拿，用刀子裁一下嘛。拿刀，全部展出来。刚才去车间要了一个这样的胶套，就是套这个轴头的。我原来这个红色的胶套是发电机油箱上边来以后拆下的一个胶套，这个有点小，这是厂家后来自己定做的一种，这个就稍微大一点。这个胶套冬天呢，它天气一冷就往上就收缩了，基本上就马上都快掉出来了。罩胶套呢主要是为了防水啊，防水的话它水主要是从这个缝隙里边容易流进去，所以这个胶套会把下边这一层会包起来，就插的比较深了，这样有水的话就不会到里边去了。两个胶套比较一下，明显这个胶套就大一点。这个胶套是当时我用热水烫软以后是硬塞进去的，红色的明显小一点，直径不是太够啊。去看一下松哥的床改完没有。松哥搞完没有？那边的这边的那个板还没来，板还没有装上，行材架子做好了。松哥的洗衣机是面朝卫生间装的，前段时间他反映说是这个洗衣机有点松动了，洗衣服来晃的有点严重啊，所以这次过来，就给他加了一个这样的行材，让床的这个框架和洗衣机的这个框架连在一块儿，这样就能稍微加固一下，是不是？这儿下边还要连接一下。松哥的车还没搞好，我就和徐哥先回营地了。回营地先造饭。
回到营地，停好车，趁着现在还有太阳，早早做饭了。一会儿松哥搞完车回来，直接吃。来，你先坐一下。拿个椅子出来。你坐吧，老哥，我这拿个椅子。哎，正好，来，拿个小茶杯，拿起来。好。他是甘肃的，我甘肃的，甘肃的啊。那你后东西哪两个字？怎么是号？三点水那个号。就是你就写个号东啊。现在我就是这个三点水一个告字嘛，这边是吧？对。号东啊？那你怎么没有啊？不可能吧？有，我就说是不是他？啊，是不是他？看去就年轻了。是用的，本人更年轻哈。哎，都这么说，我就是这个视频上好像就显得有点老。真的，你看去就是我一个。我应该穿一点鲜艳颜色的衣服，对吧？这个视频上就看着年轻了。的时候应该穿浅颜色的衣服。浅颜色的，对，挺好的。啊，年龄不大。你扫柴油吗？柴油灶，他柴油灶也是柴油灶。我们很贵啊。你是有虎的，我是没有虎的。我也没虎呀，我也是像他一样的。不会的，就这个玻璃台板吗？暖和吧，不是，我说我们这也没有明火，也跟它一样的，但是它这个好快，我们都慢啊。柴油灶肯定它要预热嘛，对吧？我做菜也快，不过预热要求快。你这个床也很宽是吧？我们看你的床比我的床宽。哎，我们这个V80和 V90的内部宽度是1.8米，依维柯它是1.75米。哦，啊，窄了5公分。我看你这宽了，你看啊。太实用了，你弄的你这个吊床也很好，这样底下能坐好人了。你看我们那死的就很难办。对，吊床就是既把头部空间让出来了，然后上边睡人的时候往下一降，然后马上就能睡，不要重新铺床嘛。你看，我们都能拿弄成那个了，你看看。啊，反正就是这样一搞，我就每天工作少了。对吧？不用折腾来折腾去了。你现在咱现在明白点了，一看太实用了。你那个你啊，你等你用了以后，你就知道啥好用，啥不好用了，对吧？对，现在一看，好，我一看你这个真是太好，太实用了。我弄的有点太多好了。你看用个熊门，这个门一点用都没有，而且净嘎吱嘎吱的响。那个门我一看，那新车全有毛病，全部都没不好。反正这个中门从咱们那个用面的的那个时代开始，它这个中门就是个通病，对吧？都是个通病。哎呀，这会儿外边好冷啊！柴油锅炉打开，用热水洗菜了，给房车里边加热。座位转过来吧。今天是赶鸭子上架，赶鸭子上架，用这个碗盛不下，盛到这里边。赶鸭子上架，烧两个菜。就你烧，他不烧了。徐哥和松哥他们俩纯粹是不会做，我还稍微能做一下。今天这个菜就由我来烧了。我先放在里边，烧了这么两个菜啊。这个有点烫，弄个抹布，再做一个汤，西红柿菠菜汤。前两天吃火锅剩下的菠菜，什么西红柿菠菜，鸡蛋菠菜汤。
说以后也要买这种。啊，弄一个小盒子好收纳嘛。他天天自己那个自己。嗯，汤也烧好了。松哥。许哥，吃饭了，好了。饭做好了，可以吃了。我做了两菜一汤。许哥好像那还有一个什么肉来着，加上可能一共有三四个菜吧。晚上所有的车友都就回到营地了，停满了，八个营位停了九辆车。你又搞瓶酒？买了点肉，买了瓶酒，带个杯子。啊。哎呀，我今天累死了，他妈的。许哥，好了。这个腰疼死了。喝点喝点。哎，不，老婆昨天就说了，啊，你豆腐没说啊？主要是我视频把这个机密给泄露了。啊，咱们吃饭的视频嫂子看到了，哎，喝酒。没事没事，今天少喝一点，我就不拍了。少喝点，拍到这儿就为止了。这个高粱酒厉害呢，金门高粱。金门高粱。哎，牛肉闻闻看，很香。他说水牛肉，牛肉半杯。不，明天开车。晚上睡觉，我告诉你绝对好。明天开车。哎，你这个人了？哎，我今天真的不喝了，那不好意思啊，真的不弄，我故意茶杯带过来，一茶带水嘛，一样的嘛，啊，搞定，开水有吧？哎，有，我给咱们烧。这个是浇到里边吧？我喝点茶陪他。要不然咱俩喝一个。喝这个吧，哎，稍微喝一点，稍微啊，我这吧，稍微就这样，带点意思。老哥，明天主要想跑路了，这个东西，好，哎，这个好，当做酒。我也来。所以感情是不知道酒和水是一样的啊。哎呀，青梅酒，革命的这个，等一下，度数不高的。等一下，你把那个网站给这个常总那个，仪表盘更漂亮了。不，这个你这样就走进来很大，感觉是很大吧？就是上来的时候，哎，手头稍微低一点。哦，这个我们是很正常啊。不高啊，你想这个无所谓的。你想抬头走，可以把这个柜子也不要。对，你不要柜子也行。那还是要那个储藏空间多一点。储物空间还是必要的。这个就无所谓的，你上个课，哎，稍微低头，多大个事儿？不管怎么样，你多出这么一个柜子。你有没有加一米加放的？有没有发电机啊？没有，没加没加。太阳哦不，太阳能，那洗衣机也是加的，后来加进去的。然后我这里还加了一个那个叫安全气囊。来，老哥，啊，你的酒到我了，到你了呀，到你了，这是你同意的。我们这里有，我喝的了，我喝的浩龙的那个果酒呀。一个饭吃到8:45了，现在收拾一下，我炒的这两个菜也吃完了，得到了两位老哥的认可呀。营地的看门大爷是养了鸡的，刚才的剩菜剩汤刚好喂鸡。哇，这会儿这么冷吗？外边已经冻冰了，锅里边已经有冰碴子了。拿上车洗。哎呀，终于收拾完了，收拾完看看现在几点了，9:26，收拾了半个小时，终于把车上又收拾干净了，桌子再擦一擦，好了，今天终于忙完了。
最后再出去扔一下垃圾。玻璃灯打开。哎呀，又是忙碌而快乐的一天呀。营地里边的卫生设施还是比较齐全的，除了垃圾桶，还有这个泔水桶，倒剩饭剩菜的。各位车友也都回房车各自休息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也回房车休息休息，看看电视。